This unbox， 我系刀锋，今日同大家爆箱嘅就系骨啊！新骨女性号仮面ライダーで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ケータロスバージョン。咁啊，承接翻上集啦吓，咁啊上集同大家就开咗呢个真骨雕嘅电王嘅 Lot 多 form 同 X form 啦。咁啊，买得电王嘅产品咧，大家都希望就系四个 form 咧就可以 display 晒出嚟啦吓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即系今次真骨雕咧，就唔知点解又捻化啲玩家，系都唔肯分开四只出，系要咧走去玩换甲啊，搞到啲嘢又易烂啊，换甲又惊险又麻 Q 烦。咁啊，变咗咧，如果你要四只嘢摆晒出嚟嘅话咧，一系就买两盒呢啲咁嘅换装嘅真骨雕啦吓，咁啊但系咧买两盒呢啲咧，你又变咗有几套多余嘅甲走咗出嚟，咁啊唔知点算，好辛苦。咁所以咧，伟大嘅 B 记咧吓，咁啊体恤民情啊，咁啊专登咧就出咗一个咁样嘅月台形态啦吓，咁啊俾大家咧可以啊攞嚟就换 form， 咁啊 display 晒四只嘢出嚟啦吓。咁个问题又嚟啦。唉，咁不如你分开四隻出啦，顶你个掣！你最多出埋呢隻分开五隻出啦，好未？吓、啊，唉，都唔知点解咁样去捻化啲玩家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呢隻月台形态咧，同上次梭多 form 嗰隻咧，咁啊，应该就冇分别嘅啦。咁啊，唯独是今次咧，叫做喺都唔知系有良心定冇良心啊。咁啊，今次咧佢就会多咗个 Kitaros 啦，咁即系电王变成一个 Climax form 嗰、那个。Parks 啊，咁就会跟埋今次呢个月台 form 咧，就俾大家叫做同嗰只旧版嘅月台 form 就有些少分别啦。好，打开，好梁太郎嘅月台形态啦。跟住底部咧，啊 Kitaros 有两款嘅，一个就系打开打电话模式咧，嗰、那个接埋插起腰带嗰个情况嘅。咁另外都送咗一大堆，又系嗰啲 Dan Grusher 啦，你可以吉翻落条腰带嗰度。喂，噔噔，好呢、这个月台形态啦吓，咁啊玩呢个月台形态咧，大家记住要寒背啊，惊惊青青咁样先有味道啊！喂，而家个感觉有啲似呢个初代嘅 Ultorama 嗰个战斗嗰个 pose 咁样。好，俾大家望一望前边啦、侧边啦，同埋后边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次咧佢有个手型都几特别嘅，咁就系俾你咧专系放揸呢个 Kitaros 噶。咁啊，中间咧又反光添，嗱呢个有个窿嘅，咁就系可以吉嗰个电话喺中间嘅。好，咁啊见到电话有个榫啦，咁你就可以咧吉翻落去手心嗰度嘅。好，咁啊揸住啦，咁啊可以嘟嘟嘟嘟揿电话。嗱，咁啊呢个 Kitaros 都整得几靓嘅吓，手工几精细，咁亦都有透明嘅 mon 啦，跟住嗰啲掣啊各样嘢都上晒颜色嘅吓，都算 OK， 几有心机。好，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接埋咗嘅版本啦吓。哇，咁即系咪暗示系有机会呢个 Climax form 系会出呢个真骨雕咧吓？咁啊，另外亦都有个手型咧，你见到呢个开咗个虎口咧，好大个位啊，好奇怪嘅，就系、是、俾大家可以揸呢个火车飞啊，呢、这个时候咧就可以显先转变翻做呢个 Lot 多 form 啊。首先咧又系掹走咗两个手臂先啦，跟住咧呢个成个腰。成个咁掹咗出嚟吓，唔要嘅，咁啊，然之后大髀呢个亦都系唔要啦。哇 ，OK， 哇，掹第一下有啲实啊，之后就哇，又系呢个好得人惊嘅腰带扣。因为上集我讲过咧，因为佢嗰个绳咧本身就好短啊，你好惊拍断佢，同埋你又刮嗰时又惊刮甩嗰啲银色油，所以。佢成隻嘢咧換呢個腰帶扣係最得人驚嘅嚇 ，OK， 哇叫咗少少 ，OK 係啦，咁啊叫起咗一邊嗰時候咧，就另外一邊咧就慢慢慢慢咁搖出嚟咧，唔好一嘢啪一聲咧，咁你就會防止啊呢四隻腳斷咗喺裏邊。如果即係你斷咗一隻腳喺個腰帶裏邊咧，真係弊家嬲啊！咁啊，大家真係要千萬小心啊換呢個嘢。好啦，我哋又要换翻做呢个钓鱼王子吓，可唔可以俾我钓一下小姐？哦，小姐，我好想钓一下。好，咁啊，下半身啊就下半身嘅幸福就已经喺我手上边啦。OK， 好，咁之后就成个上半身咧，
轻轻松松 ，OK， 搞掂。咁最尾咧就套翻两只手臂上去就完工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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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呀，僕にずらめてみる。好，咁啊已经成功换翻变咗呢个 lot 多 form 啦。咁啊基本上个工序咧，你换 lot 多 form 又好啦，同呢个 x form 啊，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因为佢成个上半身换噶嘛。咁所以个工序其实大家都一样嘅。好 ，Lucky Black， 经过今集呢个月台形态之后咧，咁啊今次真骨雕嘅 Arc Form 同 Lot 多 Form 咧就成功两只同时间去 display 大家眼前啦。好嘢，可喜可贺，恭喜晒。嗱，好啦，咁啊今集咧我就唔打算俾分啦，因为好老实呢一只嘢就毫无乐趣可言嘅，即係以头先我所讲呢纯粹一个工具人囉，攞嚟换甲俾你做一个素体，能够呢将几个form同时间摆晒出嚟，咁所以我觉得呢隻嘢嗰个趣味性系冇嘅，系冇趣味性可言嘅。咁纯粹系俾多一个方法俾你，唔使买两盒呢个 Arcs 同 Lock 多 form 悭返啲钱，同埋就唔使即多咗一套盔甲出嚟，即钱系其次啦，即我相信好多兄弟睇緊片嘅都系非富则贵嘅有钱仔嚟嘅，咁但系呢即多咗两副盔甲，咁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，好鸡肋啊呢件事，咁成身好唔舒服。咁而家多一个叫做月台形态俾大家换 form， 咁啊平啲，咁啊加上唔使即多咗两副冇用嘅盔甲喺度，咁都系一个缓冲方法。咁不过到最尾我都系好奇怪啊！哎呀，你分开四隻出啦，点解要咁样出啦？我真系好讨厌呢一个真骨雕换 form 嘅方法啦，即嘢又贵，啲嘢又容易烂又细粒。你咁样换嚟换去，你即係增加咗大家整烂嘅公仔嘅风险。咁同埋都系嗰句，你买得电王嘅人都系预咗买四隻㗎啦。唉，唔好咁契弟啦。啲成日以为自己啲嘢哎呀好创新喎，好得意啊，有兼力啊。我同你讲，你今次个方向系严重错误啊，劲讨厌啊。系咯，咁啊，同埋讲声唔好意思啦，因为咧疫情关系咧，即系呢一两个礼拜咧，我都冇翻到公司，即系我哋嗰个制作室啦。咁我另外因为疏多方唔跟方，就摆咗喺公司嗰度。咁我都好想今集咧可以四隻同时间摆出嚟，咁但系因为我冇翻到公司咧，咁所以就唯有净系 display lot 多方同埋呢个 arc form 啦。有机会我先一次过拍翻四隻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咁啊有惊无险咧，呢个真骨雕换方嘅电王计划咧，咁啊终于搞掂晒啦，咁啊希望将来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嘢啦，你正正经经整靓啲啊，出好啲啊，咁其实就得噶啦，唔好再谂埋啲古灵精怪嘢，对呢个销售系冇帮助嘅。好，咁啊今集暂时玩住咁多先啦，咁啊中意条片记住 like 啦，同埋记得 share 出去俾朋友睇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哋影片，就请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记住啦，买到变穷鬼，最怕你唔睇啊！我哋系宝箱兄弟。